马上就1000份了，兄弟们。我下个月才能上去，这个月只能这个月在地下室，也不知道具体的时间，兄弟们，到时候再看吧。下个月要上去。哎，今天到底有什么？这个有这么多节奏是什么东西？我看看那个网上的东西，兄弟们。今天又是有什么东西呢？我看看。我怎么我们俱乐部自己的东西我自己都不知道？今天又什么东西啊，大哥？哇，你们今天你们每天都很开心，因为每天都有东西，都有人在。我刚网上看了那个索达那个，我这也太那个了。是确定去了吗？他们那边宣布了吗，兄弟们？他们那边公布了没有？确定了吗？我们的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还有我们的吗？哎，我搜 FunPlus 不就知道了？哎，我最近很少看微博，真的。我就是不想看我古堡的妈妈粉被骂。古堡的妈妈粉最近被冲的很那个、最近一直被冲，就是那个 NEC 我没上场，我没打比赛，然后古堡妈妈们自己在保护多音币，我真的是看着都那个，哎呀，看着都好难受。FunPlus 心香的很猛，粉丝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。这个不能说的，这是我的，你们不好意思，我被你们发现了。你们看，我打排位也是打中上的，兄弟们，你们发现了没有？其实我最近一直在练上路，我们找了一个很厉害的中路，很厉害的上路是我，兄弟们，完了被你们发现了。我明天要玩石头人了啊，我石头人皮肤要卖得好一点，兄弟们，明天再卖石头人皮肤的时候都给我买一下，谢谢兄弟们。你想屁事啊？没有。没有，哎，我被你发现了。你们看，我打的是中路跟上路，哎，发现了，哎，完了，别人都知道我要转上路了。现在，哎，因为我看了一下，去年我看那个经过混的贼开心，可号混的贼开心，在上路啊，玩个什么船长啊，什么那个奥恩就能混。我打算我上去我也混，兄弟们。你的妈又要被骂了，为什么要被骂？我说转上路你有什么好骂的？这个转上路有什么好骂的呀？哎，真的，你晚上转中路吗？这也被你们发现了，完了，全都被你发现了。感谢老板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。吃饭睡觉送了100个飞机。哎呦，你搞快点呐、我等你等了20分钟，人呢？完了，那明年中路是谁？明年中路吗 ？Doc 啊，明年中路 Doc， 游戏中要玩 ADC 吗？可以，游戏中 AD 吧。哎，我们这次辅助二队的辅助兄弟们是不是那个 ANS 比赛打的还可以啊？他打比赛打的是不是还可以？其实这次 NEC 枪我们那个二队的表现其实都打得挺不错的，嗯。他一开始好像是玩打野的，后来转辅助的，所以可能就玩那些英雄熟练度不是可能没有那些辅助高，但他的想法还可以。感谢老板送了100个飞机，谢谢。他的想法还是可以的。
就算上楼，谁指挥？我在塔下挂机，帮队友指挥，还帮队友记时间，你不知道吗？因为上路就是这样的，在塔下挂机就行，什么都不用干大哥。上路这个位置，我就玩个船长，等我六级，我就放个大，然后帮队友记个时间。废话这么多，快点！哎，我在等人呐、啊，哥哥，你在急啥呢？林文祥呢？林文祥被我打哭了，林文祥坑了我一把，他被我打哭了。今天下午，他今天下午训练赛被我打哭了。怎么说？英迪哥，我的问题，对不起，英迪哥，我再也不会坑你。我说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他说，是的，英迪哥，对不起。我说，好的，那我原谅你啊。哎，林文祥最近。八八十十次，兄弟们，我们两个双 C 八八十二十次，一直对不起 ，sorry， 哎，我说今天要上去吗？上不去，上不去。我要等到下个月才能上去。来了，终于来了！你这个人好气啊！那你也死十次了？是啊，就是啊，没错。他说换个电脑，我的妈呀！我真的是，我操，等了二十分钟，然后跟我说要换电脑，要不换人就算了吧，兄弟们，怎么样？哎，就换人吧。换什么电脑呢？你就直接换人不就好了？要等到转换期结束才能上去吗？这个不用，不用等那么久。应该我猜十二月，十二月初就可以上去，不用等那么久。具体的时间我也不太确定。谢谢老板送了100个飞机，100个皇冠，谢谢 Fnatic 跟内美奇斯100个皇冠。你不是说下那个春季赛不打了吗？怎么在我直播间呢？啊，你要多那个多玩游戏啊，不要这样子啊，不要看别人的直播，要好好训练。我们下赛不是要那个吗？要回来打吗？他已经要，他要来翻 plus 了，那你坐吧，请坐。哎，老板，你坐一下，要不我去接你怎么样？请坐，这是你的位置。来，难道我的工作要没了？我都不知道，大哥，可以啊。吼吼，哎，我的工作要没了。门开一下，你在门口啊？算了吧，你可以回去了，差不多就可以回去了。我觉得不用了，不用，回去。地下室不配是吧？啊，没事，楼上也有那个电脑的。我那个电脑贼贵，我给你用好吧？1500，每个月15000嘛，八折，12000，可以吧？你用我的电脑，然后每天就微信转账给我就行。要不一个月吧，你办张卡吧，怎么样？办卡，等等，我找一下那个卡在哪。我给你那个卡，你每天刷卡就可以用那个电脑，好吧？谢谢老板开通过游，谢谢啊，感谢。哎，你说换电脑是？你是在干什么呢？韩币吗？不是我，为什么？怎么可能7天的训练赛打3把能打到10天50？兄弟们，他们是打每一把都打了50分钟吗？还是1小时啊？你打个训练赛这个版本都其实打得这么快，大家都那个打得那么快，最多每一把都打20分钟、30分钟，你一个人再打50分钟是吗？好气。金哥有抽烟吗？我不抽烟啊。
后面那个什么零食，这是零食，零食大哥。哎，完了，这是别人的，我怎么打开了？我操！零食，没事，放在那里，别人没有人要这个。没事，没人看见，没人看见，没人看见。嗯 ，OK。哎，不是对吧？是没有人吃这个，别人的扔了，不是扔了，是我就放那个桌子上面，他们可以吃啊，兄弟们。哎，零食，我操！难道我现在是不是要买新的呀，兄弟们？人品不行啊 ！OK。我放哪里？我妈呀，气死了！反正没地方可以放，我就放桌子上面，怎么了？反正地下室就是都是我的，属于我自己的，兄弟们，我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啊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，没人吃，所以才放在这里给你啊，是这样的吗 ？OK。哎，我不可能放我电脑桌子上面吧？我电脑桌子上面东西这么多，为什么这番茄酱？这黑客我真的是气死了，你在干嘛呢你？他今天跟我说打不打，我说可以，然后你现在都不来是吧？我直接给你打电话，你就现在就接，不能超过三秒，超过三秒我就不跟你玩了。我给他打电话，兄弟们，超过三秒我就不跟他玩。三、二、一、0.9 0.8 0.7 0.6 0.5 0点，等他吧，我觉得他等我等了，他平时等我等这么久，兄弟，为什么我不能等他呢？我是渣男吗？不是，大家都是兄弟。比如说上次他等我，这次我等他，朋友都是这样的嘛，兄弟 brother。赶紧过来行不行？我在这里呱唧呱唧了30分钟，大哥。